霍元甲预计2019年在爱奇艺平台独家播出，具体时间有待官宣。此次2019年版霍元甲得到了观众的期待，一度做到了未播先火，赚足期待。在看到演员阵容之后，还有网友一度喊出了熬夜追剧的口号。电视剧《霍元甲》是由郭靖宇监制，博山、刘芳执导，周文卓、毛玲玲、释小龙、张永刚主演的中华武术正剧。出生于武术世家的赵文卓，除了在获得无数武术冠军奖励之外，凭借在1991年出演电影《功夫皇帝》《方世玉》而获得观众广泛的关注。而后不仅在作品上层出不穷，更是获奖无数。童星出身的释小龙不仅有颜有义，一度被誉之为李连杰的接班人。成年之后的释小龙，除了保有幼时俊俏的脸蛋之外，更增添帅气体格与多样性的才华，甚至其通过出演多部的影视作品之后，也让观众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自己，一度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，同时也得到了业界人士的认可。如今出演霍元甲中陈真一角，同样令人备受期待。作为该剧中的女主王氏扮演者毛玲玲，在2005年出演古装宫廷剧《太祖秘史》中辛尼雅一角而正式出道，而后凭借着实力出演，不仅在作品上层出不穷，演技上同样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你对于电视剧《霍元甲》又有何看法呢？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，喜欢就加个关注吧，小编每天都更新哦。